我相信我们定能守住这座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城池。放我们出去！大家冷静，不让大家出城门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北齐是不是打过来了？实不相瞒，北齐大军离咱们京城只有一步之遥。京城距离北齐那么远，北齐怎么可能打得过来？就算是真的打过来了，陛下怎么可能没有任何部署啊？对呀，因为陛下走了。啊，那还不打开城门让大家逃命啊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把城门打开，快打开啊！大家放心，陛下虽然走了，本王还在呢。你们想想，现在你们出了城门，在旷野之地碰上了北齐大军，你们还能保命吗？这儿有高大的城门和结实的城墙，有我们坚守的将士，还有本王在这里保护着大家。王爷，陛下为何要走？陛下到底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我遇到王了呀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开城门！要是有奸细进来，到时候咱们的京城大概就真的完了。哎呦，快上来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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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不要怕，我是怀王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对，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他是先王的血脉，就凭他没有弃你们而去。怀王得知北齐打进来了，很是惭愧，是朝廷没有做好，让大家遭难了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带头的全都跑了，你年龄这么小，用不着惭愧。该惭愧的是逃走的那帮人，不对吧？是啊，惭愧是他们。事已至此，说惭愧和后悔都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请大家相信，怀王定会和大家在一起，守住我们的家。你们不要怕，他们打进来了，我们就跟他们打。这到底是个小孩子吗？是啊，这哪知道北齐军的凶悍啊？就是。没打过怎么知道打不过呢？我们兵将虽不好战，但绝不怯战。与我们为善的来了，我们善待；与我们为恶的来了，我们定要还击。本王来守城门，城门若破，本王先死，死亦不退。各位同胞，之前你们说窦疮难治，我说窦疮可治，于是和大家一起打赢了窦毅一仗。之前你们说北齐凶猛，但我有幸与陈国公一起打过北齐，还救下了数万百姓。如今我还是敢说，只要大家团结一心，我们定能守住城门，定能打倒北齐贼寇。如今的局面不是敌众我寡，除了五城兵马司，我们还有你们，我们十几万人合聚那六万贼寇。可我们不会打仗啊。对呀，对呀，没关系，各位只要不慌不乱，只要我们服从命令，我相信我们定能守住这座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城池。如今我们也只有坚守城池，勇于自救，才能拼得一线生机，才能等到援军的到来。本王与你们同在。对对对，说得对，说得对，诛杀贼奴，人人可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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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